维嘉，你真的以前就爱和李湘开玩笑。现在直播了，又开始了是吧？问过年干什么？李湘说爱买花放家里。原来维嘉你不做声是准备开大、啊？还有说吗？期待爱情呀！哎呀，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接着说李湘适合当吃播，我觉得湘姐是最适合做吃播的主持人。吃播，因为我们跟她吃饭，我们吃饱了，看湘姐一吃饭，我们又想吃了。哈哈哈，真不愧是你人间教练。